我是阿官，这不是新闻，这是你我的口袋，改变口袋先改变脑袋。在今天带你来关心的是，历经九年的苏花改在今天全线通车了，到底对我们的观光、房地产以及交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同时也要持续带你来关心的是，失事黑鹰的黑盒子也解密了，运安会说80%和机械天气无关，难道暗指是人为疏失吗？同时现在是尾牙旺季，你想要刮中大奖吗？到底刮刮乐要怎么选，中奖几率才会高呢？好，我们赶快介绍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邀请到刮刮乐达人伟明。哎，大家好，我是乐透老爹。好，邀请到沈商会常务理事施胜朗阿龙。啊，阿官好，大家好。好，以及财经专家赖先生宪哥。阿官好，大家好。邀请到房产专家陈高超。阿官大家好。军事专家施小维。阿官好，大家好。好，刚刚带观众朋友来关心的是，苏花改历经了3228天，终于通车了，在今天下午4点完成了最后一里路，宣布全线通车。但很多人担心漏斗效应，也就是，从比较宽的到比较窄的，特别是苏花改非常多的隧道。所以宽到窄的漏斗效应有可能造成大塞车，真的会反而更慢吗？春节苏花改，雪隧双塞，北花恐怕要开8小时。当初这条路开通不是就是为了省时间吗？对，那千呼万唤始出来，九年的时间终于通车了。对后山咱的同胞来讲，今年过年要回去，减一点钟。所以真侪年轻人，我看起来已经摩拳擦掌。我打个叉，今年过年要回去，不一定减一点钟。是，无迄是今麦想法。因为如果今麦想法，雪隧也塞，苏花改也塞的话，可能愈久嘛，不一定。今麦想法嘛，哈。但是真侪少年人，我看今年吼，会将过年安排伫东部，所以这条苏花改的全线通车，刚好利用春节的人潮来考验一次，到底它的漏斗效应会怎样。当然，沿线的包括宜兰、包括花莲、包括台东，有利多的，也有利空的。好，所以我们回到节目现场，要来告诉您到底谁利多，谁利空。回来，观众来节目现场继续来谈苏花改，花不少钱哈。当然花了将近600亿了。那最主要就是说，经过了9年的时间，因为它的地址、它的工程都很艰难。那对于咱后山的同胞来讲，一直讲你，阮住后山，阮拢低人一等。每一次只要过年过节要回去，都是塞塞塞，然后火车票又买不到。那这个时候，今天这个时候通车，想讲今年回去稳赚的。但是真侪交通的专家甲咱讲，你唔好想到遐乐观哦，因为有很多的漏斗效应。好，全线通车是38.8公里，内底有8座的隧道，隧道就占了24.5公里，内底有一个上长的隧道，包括古峰、观音两个隧道连接在一起的这个隧道是12.6公里。你看它雪隧吼，当初嘛认为讲未塞车，你知道，结果塞爆了。这一次春节预计每一天1.9万辆的车次，我来讲。甚至即马已经有人预估，专家讲可能2.5钟至3.5钟的车程会拉长到6个小时到8个小时。哇，系、哎、啊，保特瓶爱加炸瓜，无你含咩？真正路你拢无变数啊！好，我们来看苏花改呢，为什么我刚刚特别谈到漏斗效应？我刚开场谈到它就是从比较宽的地方到比较窄的地方，就像一个漏斗哦。对，那当然就会塞了。会从宽的到什么窄的地方呢？那是崩坑啦。是。好，所以。沿线的隧道非常多啊，包括东澳隧道3.4公里，观音隧道7.9公里，连接的是古峰隧道4.7公里，中仑隧道4.8公里，仁水隧道2.9公里，哇，好多隧道！刚刚宪哥说有8个隧道啊。对。那但是当然，大家还是对苏花改有极高的期待，所以盘面上我看到相关的个股在动啊。我们先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大盘，今天大盘是大跌的，为什么大跌呢？因为担心美伊战事一触即发。所以全球股市都大跌，台股当然没有办法幸免于难，所以在今天大跌了157点。那么在大跌的情况之下，能涨那是难能可贵啊！我讲阿怪不是能涨，今天若无落就算袂歹啦。啊，若能涨的吼，一定是后边有靠山，
比如讲远雄，啊远雄伊伫花莲有一个迄个远雄越来嘛吼，伊伫山顶山顶呢，迄去甲花莲坐因的接驳车起来，爱到超二十几分要到三十分呢，啊所以伊在遐可能吼未来会看好。另外就是咱精华，精华伊伫泰鲁阁遐有一个精华，另外伊在杰斯里第二个品牌还有两家，所以对他来讲是好的。另外伫和平遐有一个台泥。他的一个水泥厂在那边，那未来如果有一些闲置土地开花啊，因为观光人潮增加啊，因为房地产的一个增加，他直接就近供应水泥啊，还有国产做南蛮控，在那边还有那个土地。另外工信他在那边也有一些他的工程，还有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那个台开。台开在回南湾哈，回南湾那个空景区里面有45公顷。未来我来开发起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大饼。好，所以苏花改在今天下午4点全线通车了，对观光业而言应该是大力度哈，阿龙。拄我咧讲的啊，到过年要去到花莲就要8点钟啦，吼、哦，8点钟就要搁先搁讲的，搁要搁榨一挂矿泉水啦。啊，那拄我出事去，那到牛岭还搁去。宪哥意思是榨。空的罐啊！我知啊，空的都咧放尿啊，空的对不对？不是摕来啉的啊，你唔是摕来啉啊，迄是大家爱早咧准备，还佫放尿咧，你知道？啊，这个大家要一条。即摆是欢乐公遐蹦跳的太吃啦。我们花莲人哦，32万外人哦，要爱一条平安回家的路，什么人要爱一条苏花街？啊，你认为观光客较侪无？无较侪，拍甲的哪会较侪？这政治去白这是过年拍架，平常时也未拍架啦。啊，未拍架嘛是无安全啊，落实嘛特别多啊，是过这个防空较安全尔啦，对不？但是死的吼，我给你保证阿管，拢唔是死华人，拢死外地人。你知影安怎原因无？因为阮华人会闪石头嘛，啊，外地人去到遐戆戆，见过嘛好，唔是华人死的。所以讲，我嘛替外地人咧伸冤，你听无？阮华人当时去讲死人，你甲我讲，华人十年拢无死半个，见死拢外地人。你是讲石头的人就对啦？不是石头人，阮华人哦，人到会闪石头，啊，这个功夫厉害还无厉害？阮大兄哦，真痛苦呢。阮要爱是高速公路，国造国建，国家的建设，这就是。需要的嘛，这也不是讲你为阮花莲去做一条高速公路啊，对不对？这是花莲哦，甲台东嘛哦。现在这样听你的意见哈，这是阿龙的看法。但是事实上，确实有很多投资客看好苏花改到花莲去置产。对，阿光这个讲对。其实我们今天2020，在2015，阿龙是无看好啦，但是真的到处可以看好啊。那其实五年已经哦，开始闻到那个苏花已苏花改已经有这个味道哈，味道。所以在5年前，投资客就进去了。那投资客进去，因为为什么投资客要进去？因为花莲。我想阿龙你要在第一个新兴的四地重化，或者说四地公办自办重化区很少，不像台北市说一大大台北一堆重化区吧。是土第二个花莲土地少，大部分集中在这个美仑呐、花莲区啦、吉安这三个所在啦，所以其他所在的避公土地变得很少，那投资客就进去啦。好，投资客进去，我们来看一下反应。基本上这5年前投资客进去，我们看大概从5年前那个时候中古屋啦哈。花莲的大概就大平均大概几平的十万四吼，它要起个14万块啊，大概是14万块啊。但是你知道吗？你看看阿光，你看这个表格，这是今年二零一边才14万块啊。不然现在不记了，不记了。看所在了，看所在了，看所在了。那是在2010，毛30几万呢？对对，2018的时候。30几万，我们都跟桃红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了。桃红丢脸嘛，差不多。这表格是中国出了。总共是15万个，这个是大概去年2019年4月到9月。可是大概目前大概我知道各地区这个花莲的整个新兴推案量会有增加30个案子，大概推案量会到180亿了哈。但是我想也有刚刚理事长提到的坐二望三，尤其二字头到三字头都会出现的，因为感觉上有闻到的味道啊。各位二字头什么概念？三字头什么概念？是压过淡水啊，告诉讲你是要去买淡水，还是要去买华莲啊？当然呢，宪哥在推崇说苏花改一过去，最如果是以最新的讲，南港到未来到，这个什么宜兰花莲，十几分钟就到啊！大家觉得我们现在坐车到淡水
上少嘛一点钟久。南港到宜兰，想要那十几分钟的高。十分钟啊，人哎，咱政府你讲的啦，我迄叫做北宜高铁，迄个梦嘛，本来是北宜磁铁啦。我想讲开车那有法到上飞啊。所以假设讲，咱就从个坐高铁，台北个桃园十九分钟，未来十年以后啦吼，对。这个宜兰坐个哦，南港坐个华联，坐个宜兰，坐个华联的时阵哦，十几分钟啊，当然你也干嘛讲？哎啊，我来做些长期投资，对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是觉得十几分钟比较难呐、啊，哈，但是这是真的是对南港啊，龙基本上对南港那是坐火车的话久，差不多一般基本上拢先到一点钟五十分啦。不用买啦，不用买是一点钟，经过十分内底啦，一点钟五十分啦，上紧两点钟，反正算两点钟啦。啊，那开车舒化间若无塞车，咱若无塞车时差不多偌久？若无塞，起码讲对苏澳到花莲点半钟来到。啊，那就爱看速度，看少年啊，老岁啊，老岁啊，四点钟啊，那像阮这个年纪的，差不多两点半钟就到啊。嘿啊！我是讲苏花街呢，嘿，苏花街啊，差不多两点半钟，两点半钟，对台北，对台北哦，你是正对台北，台北到花莲两点半钟，安尼对啦，两点半钟。可是我们看看花莲一下，刚刚提到那个地价指数嘛，大概住宅区跟那个商业区平均大概都是0.4%左右，0.5%左右。你看大概住宅区总指数嘛，花莲你看在0.4%到0.7%，代表讲吼。哎，这个108年，这个指数怎么看啊？没有，这个指数是当然是用房价总价的指数来看。所以0.4是高还是低？我们没有概念呢。比较起来哈，是还不错哈，还不错。因为你看嘛，其他的全国的地方都有到0.2有负的，新北是负0.18。好了，我们来看台北市哈，台北市总指数是0.24，它这是一个涨幅的指数。这是一个对，一个涨幅的指数哈。所以花莲的涨幅指数是0.44，就表示。花莲涨得还比台北来的多 啊！是啊，啊你看它的住宅区，台北市住宅区涨0.11，好啊，你看花莲，花莲是0.43，啊花莲的房地产没卖啊，也细微啊，对不对？啊商业区你来看，台北市的商业区是台北市商业区反而是下跌-0.39，花莲是0.7，换句话就是说，花莲不管是住宅还是商业区。这几年表现都不错，不错啊！除了这个住宅这个总指数之外，另外我们看看它的所谓的房贷，房贷负担率跟它的房价所得比。好，那我们看这个房贷负担率，你看看花莲是35.63，其实是它低于，其余它低于新北市，低于台北市，甚至低于桃园啊这个地方，低于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哈。那房贷负担率，你讲我去做，我去买厝啊，我去用房屋的贷款的这个的负担的。这个大家叫做负担率，其实会比较轻一点。好，当然是低于双北，对，但是比桃园还高哎。它比桃园、比台南、高雄来，桃园30.16，它35.63哎，它比桃园高哎。我们来看台南，它比台南低。好，来比台南29.18，它比台南还高。对，好，高雄呢？比新竹县也比它低耶。好，那所以说房贷负担率，意思说当地人的。买房子的负担对贷款的那个压力，那就表示花莲的房价其实不低啊，有在涨。以当地人的收入来看，它竟然排在全台湾第六名。第六名，好，那我们看它的房不修哦，房价所得比，一公里买厝，然后你用这个所谓的所得去比这样的房价，我们来看花莲现在是8.69倍，好，对不对？8.69倍嘛，花莲县嘛，那是不是你在比桃园？桃园是7.35，它的房价所得比是高出桃园嘞。好，它要8.69倍，就至少8年不吃不喝哈，才能够买间房子。桃园呢，我们来看桃园，桃园是7年不吃不喝就可以买间房子。那台南也是7年，高雄哇，比高雄还高啊，高雄是7.68，所以花莲人其实对他们而言。房价真的是太高，房价是最高，代表说它的房价慢慢的指数也在涨。但我刚刚提到阿龙，好，我来问阿龙，阿龙那边，下去呗。上礼拜是安尼啦，因为花莲哦，花莲不是差啦，花莲的土地腹地较少啦。哦，啊，人口都以我所在这20多年，拢总无去，迄落区段征收拢无嘛。对，啊，所以讲。拢是跩老地卖新地，安尼一直起，即马起甲要了啊！
啊，所以要了哦，所以讲，对，无土地项目买，啊，所以讲，就慢慢啊，把这个土地愈起愈起较悬一丝。啊，但是悬哦，有影花莲嘛是。那我们台北送去遐退休啦。啊那啊那外地人哦，唔是那外地人去花莲投资的吼，卡三十年到今嘛第二代啊嘛足济啦。吼，因为伊都有买落就无去震动嘛。啊，今嘛要来卖，起无偌济嘛，啊，所以讲有慢慢啊咧起，慢慢啊起，伊总是比伫台北甲即个大都市即六都内底吼，即数字是看起来是敢若有较悬，啊，毋过都无土地哩，吼，迄土地介少。但是外地人去买，其实外地人有去挣到钱的不多。绝对了的，我一只我敢负责任，二三十年无咧买卖啦，外地人唔捌去赚到钱，人咧古早人讲，华人人哦，若有当时要去买土地哦，唔通乌白讲，买爱紧走，无你有当时还佫黏咧，哦，愈投资愈死啦。好，这样，阿郎不看好他们的房地产，那观光呢？其实观光，我看2015年整个花莲地方大概观光人潮差不多有到418万人次，在去年最新的统计，那现在政府评估可以到1300万人次。没有，花莲现在已经观光人潮已经降到269万人次了，换句话说，比五年前少了一半。然后民宿业者，进入公园超过1000万人哦，苏花改了，1000万人你无看电视，啊，入嚟嘛，甲抽嚟，啊，无去到花莲，伊嘛甲算落啊，啊，未使讲全下一挂罪过拢去花莲人担。我后来有统计啦，最新的数字，全国要抛售商旅啦、旅店啦、民宿啦，会抛售的饭店，大概全国统计有大概204家，花莲最近要抛售大概33家商旅或是饭店，无聊，准备别出，因为说。那是还没有苏花改，现在有了苏花改，政府说人潮会多30%啊。那这样讲，可是大陆现在自由客不是限缩吗？那很多就是业者本来就是为了大陆观光客啊，饭店一直开，现在就萎缩了。代售的饭店现在花莲有30几家，你说30几家多还是少？基本无陆客的，卖去五万陆客，但基本有苏花改，那能五万咱台湾个。不啦，那五万几来的？我们最近看看一个数字，叫做星巴克指数，因为花莲回南地区有一个这个，大家要提到台开的案子。那个货柜星巴克，那个货柜星巴克，你知道吗？阿官，全国的星巴克有几家？400家，但最高的单点营业额不在台北市。竟然在花莲，好，画面上这就是花莲的货柜星巴克，胖的不得了。你想一个月，行李有够好，一个月做偌济？做偌济？一个月做800万，哇！一年做6000万，他的每一瓶的坪效9万。所以我恭喜阿龙，你嘛袂当讲，因为陆客无来，阮行李歹，人行李载人做，人星巴克买当先来行李较好啊。是啊，拄啊花莲拄啊，敢那台卡星巴克较好呢啊，啊，剩的拢咧贵嘛。哎呀，好像无你。我多讲行李载人坐，人都行李载人坐就是星巴克都有法度做，甲行李才好。但是伊袂使讲伊一间好啊，规花莲拢店子子啊，8点就关门啊啦。啊，大家拍拼啊。拍拼都无人，你嘛要哪拍拼？啊，人伊先哪有法度做？我咧讲，迄是尝鲜啦，尝鲜就兼停车场啦。啊，迄嘛咪常住的，伊迄都里面差不多2点钟内底就结束啊。啊，都有停车场较有利啦，安尼尔啦。我有去嘛，你冇去啊？我一定去的啊，但是我看生意嘛无遐好啦，愈来愈歹。不啦，我讲阿龙吼，感觉上华人就是说苏花改完毕之后，会造就另外一个以前雪穗的梦魇。你知影宜兰较早吼，嘛赶快讲苏花改要空啊，雪穗亏啊。你知道雪穗应该民国2006年的开通嘛哈，通车了哈。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在统计哈。在通车之前呢，宜兰好像也是一个梦幻。哎，雪穗被亏压了，你怎一打农舍？所以他阿龙讲吼，大家土地建地就开始去什么炒农地。其实他宜兰的农地一平到4000几块，差啊一平30000几，光那农地都10倍啊。啊，怎么嘞？就都夭折啊。好，南港最极盛时期，宜兰曾经吼，大概一般的预售屋都是搞温泉的嘛，礁溪啦上面我也去过。我讲啊，28万、30万，我讲那有可能嘛？结果隔两天，人去买，投资可以买，马上30万买，32万脱手。有人去接那个套房，那个温泉嘛，温泉套房跟花莲感觉好，最高喊到有个案子，竟然喊到50几万呢，套住了，套住了，肯定好，从50几万就跌下来，一路没有回头，啊，今晚跌到夭折，30几万没人要抵。
所以以前这个礁溪就是这样。好，那所以你担心花莲的房地产有可能复制宜兰模式？好，我们看宜兰那个时候，宜兰很多农舍嘛，那都是盖豪宅嘛，你知道吗？最早的时候还没开通之前，是雪花隧雪花还没开通之前，雪隧还没开通之前，大概2000多栋农舍豪宅了。后来一开通之后，8000多栋，农众哈种出那个豪宅农舍6000多栋，你江西人无？后来宜兰县政府就开始就雷厉风行嘛，你有些不能乱盖啦，有些是盖大一点的那个不行哈，所以这个不好。但是我们看看宜兰的人口会不会复制像花莲？宜兰那时候人口是基本上后来经过这通车十年之后，从46万的人口降到45万，出生的人口大概从3500多人降到3000多人，少子化。好，那少子化，第二个人口要老化。除了投资客第一波抢进之外，这个交通一开通之后，移出的比移入的来得多。对，然后就变成说买的都是投资客接手没有办法，就是泡沫了。我不知道花莲会不会复制当时雪隧通车之后的宜兰经验，但我们当然还是期待苏花改通车之后，不管是对观光、对房地产还是对交通，都能够形成正面效应。